就很直接就想到我的朋友了，难得有一个可以让我投放的感情。我相信听的人都知道我们要唱什么，唱给谁听。 1, 2, 3。 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？哎，我又想到陈慧了。花开的时，我觉得他真的放弃了，特别后悔的，你知道？我觉得。对啊，完全是他的歌。哇。就好好的唱给他听。看到这个歌词，直接的想到陈辉啊，不知道怎么讲的感情，男人嘛就不好讲这个，但是他应该懂我。